陈怡宁，很久你在干嘛？因为刚刚多考了一科数学啊。所以嘞？对不起啦。啊，所以嘞？对不起啦，走啦。你每天一直考，会不会考焦啊？你很无聊我很无聊。陈怡宁，啊，听谁叫你要迟到？你很痛超好笑。快点！时间呢？是七点半吗？是七点半，你自己看。走吧。你要干嘛？我去跟他说一下啦。不要一样啦。什么？算了啦。可是这是我少年生日礼物没关系啦，算了啦。肚子饿吗？还是我们去吃东西？你刚刚不是说你肚子饿了？不要啦！走啦！没听到，等一下又不开心。你明明就比我还不开心。哪有？你有？哪有？你明明就有。这边好像可以看得到一点点。在看什么啦？一点点，看黄黄的，黄黄的灯，那哪是啊？那不是啦，有啦，没有啦，你看错了，不是啦。听得到一点，哪有？好啦，我收到啦，谢谢你。这不算啦，算啦。不然我弹给你听。啊？要不要？我弹给你听。你要弹？对啊。哦，好啊。你干嘛一直拿那个啊？啊，这个来拍影片啊？对，你现在是电影系的大学生了。好。又不是我喜欢的，是我爸一直叫我练习。哎呦，可以上大学就不错啦！你现在是大学生庄凯柔，大学生。庄凯柔，大学生，庄凯柔，大学生，大学生，大学生，庄凯柔现在是大学生了。你现在在录吗？等一下，你刚说大学什么啊？你现在在录吗？快点啊！你就讲嘛！你刚讲什么？你先关掉。讲什么？你不要拍哦！你很烦快点啊！大学什么？庄凯柔收起来了！你很烦。不要录我！快点！你跑去哪里了？很危险，快回来！可以吗？不行。这个不
西。什么？哎，什么？大猩猩啊！大猩猩蛮好笑的啦。好笑啊！哎，你要不要看我学猩猩？不要！你太像了，你怎重哎、欸，只要拿那么大罐哦。你要喝吗？我不敢喝哦。因为我就很好喝啊，干嘛要喝那么难喝？哎，好喝吗？啊？不好喝哦。嗯，好喝。自己爱买，你有去过高雄吗？没有。哦，我不想去哦，感觉就很热哎。嗯，你觉得一年后你会上哪间大学啊？应该就国立大学吧。哦，那十年后呢？二十年后呢？三十年后呢？你觉得那时候我们会在哪里？不知道哎，感觉好老哦。
然你现在假装打电话给十年后的你。我不要啊，为什么？哦哟，你就打嘛，问他我们现在干嘛。你自己打。你打啦，快点手机拿出来，快点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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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他没接。哦，再打一次啦。嘟嘟嘟嘟嘟嘟，喂，是陈怡宁吗？哎，庄凯柔在不在你旁边啊？你叫他接一下好不好？我叫你打给陈怡宁的。喂，庄凯柔。哎，你跟陈怡宁都变很老啊。那陈怡宁考上什么学校啊？是国立的吗？你们还很，应该还是很要好的，最好的朋友吧。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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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讲，不要再讲，我不说，好，不要再闲聊了。就这样吧，讲完了。他说什么？我不要跟你讲。他说什么啦？不说。他说什么啦？我不说，我不要跟你讲。跟我说了，跟我说他说什么？跟我说。不要。